航杜牧，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，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亲爱的世界各地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叫 Sukhen Fatima， 一个出生在中国上海的巴基斯坦女孩。中国的邻居和朋友们都亲切地叫我苏哈，中国就是我的第二故乡。我就是在上海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，在我的眼里，每当华灯初上，就是上海最美的时刻。上海外滩的夜景，风格迥异的中西建筑与黄浦江畔的东方明珠交相辉映。在中国生活的那段时间，让我有了和学校老师、同学、邻居和朋友交流的机会，他们的热情友好帮助我慢慢融入到了中国这个大家庭里。我也因此能说出一口纯正的中文发音。在老师的指导下，我已经通过了 HSK 四级的考试，我还曾获得了中学生汉语桥巴基斯坦赛区决赛二等奖。除此之外，我还经常参加学校举办的中国文化活动，担任文化活动节目的主持人等等。蜀山有路勤为径，蜀海无涯苦作舟。我深知在中文学习的道路上，我还需要继续努力前行。冬日的冰雪封不住炽热的激情，2022年北京冬奥会我们翘首以盼，祝各国的青少年朋友们以文化为桥梁，自信完美地展现自我。愿这一场纯洁的冰雪和激情的盛会再次让世界瞩目。